田老师，是的，您是这次三个人足球队出去的队长，是的，那么你觉得我们中华民国足，是比这个美国足球，其实美国是比我们差一点，因为他们动作比我们不灵活，而且他们那个发球方面的技术也很多。我们在美国，因为为了最后好像是。在家了，所以有时候客气一点，这样给他们省，真是有时候放一点水，这样是，这样是不是？是那边是看的人，每个地方都很多，看得很精彩啊，都站起来一直拍手，有时候拍4、5分钟之久，也这个电视啊，那个都是有时候很多场都是当场。您这次去啊，参加他们的，是，没有说比加比赛可能有打算的。那这次是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比赛？职业比赛，职业比赛，选手是不是职业比赛约了之类的事情？这个没有，都是用口头讲的，因为。实际上我们里面没有，没有职业球员嘛。但是那个美国那职业比赛，这一次是比，因为他有说，那不行，职业选手啊，实际上不拿他的钱。你觉得这次比赛是不是对我们的业余资格有所影响？休息一年，一定要休息一年才来打。1年之内不低，对，是的。你觉得这种情形和我们国内的桌球啊，现在代表国家比赛有没有影响呢？这种比赛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参加？可能继续参加。谢谢你们，辛苦。